你要分享的是转蛋杯原子造型装饰五周年纪念版。然后先介绍纸卡，然后纸卡里面就可以看到它五周年纪念版的特别版的泳装版，然后就是其他介绍。是有分了、泳装纪念版的杯原子的这一款的纸卡会有这个粉红色的特别版，然后注意看它纸卡这边有五周年的 logo 的标志，这边纸卡这边是这样，还有介绍。我们介绍第一个是拿着，这应该是莱姆或者是柠檬片吧，这边是这样。然后五周年纪念款的标志在这里，在这个莱姆或柠檬的身上，下面是这样，这是第一款。还是第二款是倒立款。五周年纪念标志在这里，这是第二款，还是第三款？后面是这样，还是第四款，后面是这样，这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然后五周年标志在这里。然后这款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并不是挂上去，它是要用一种很微妙的平衡感，要立在那个高跟鞋跟它手掌中间。有点像那种日式相扑，然后再是就是最一开始出现的基本款了，是第五款，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正面，还是。第六款，后面这样，杯原子的五周年纪念标志在这里，侧面，正面，然后再来是隐藏款的特别款，泳装款，侧面是这样，然后五周年的是像纹身一样缝在他的背这里，这有点搞笑。正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。这系列总计这是第七款，总计。